对，嗯，开完大局，赶快找一下这个人。对。噔噔噔噔噔！喂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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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我刚才发现一件事啊，嗯。头像颜色一样的。都选一样的。哦，真的欸。没有啊，这我跟艾琳不是。我觉得艾琳应该选攻击。可以。你可以叫他换个头像。我是绿色的。你绿绿的。重点也要有人绿我啊。有啊。2000块。干。你要花2000块被绿哦！来来来来来，不要！提一下这个要求，真的是，这人很怪，花钱想被我怎么觉得你们好像误解什么了？是你形容怪怪的。重点就是没有啊，重点是我没人可以绿我啊，算所以我也不我想被绿，说，所不以用，我说欠我2000块呀、啊。哎，有没有脏话？哎，还是你骂一次要给50块啊？这样我感觉不要，我说我会在2天内破产。不会啊，你会在10分钟内破产。那我也不要。就是骂第一句有没有？然后再50块，然后再来一句有没有？就是什么？干好五十块，好啦，靠背哦，这50块。好，你再讲一百。没有，这个只是示范。啊！有图我的新人，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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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所以臭臭啊，2000块何时给我啊？秀秀不在哦。这个优秀，五千百分。请问我可以涨价吗？不行。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没有。那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他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他很开心，我为什么还要考虑？还没拿到钱的难过。你才。我也没拿到钱，我也很难过，所以我不要知道，吴轩应该也要有，我不用了，吴轩不用了，我不要嘞、欸。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没有，那就对了。那你何时给我2000块？你给我2000块，先。我为什么要给你2000块？因为你爱我啊，嗯啊。我不爱，这个臭傲娇！哇塞，就是要说到你承认你爱我为滚吧！快跟他说他，你滚！快跟你，你赶快说你爱他，那你就给他2000块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，不要，这个这个爱有点廉价。2000块的便宜是不是？那3000吧。不要，那4000吧。不要！请问你的爱多贵呢？1块钱，那不更廉价？我宁愿廉价，我也不要给别人。没有啊，4000啊，我给吴缺2000。哎、欸，好。那对啊，这边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，16000。不要！不是这样子啊。我回来了，所以要算我，我也要2000的，就2000可以。你这样子回来了，我先吃饭。你现在才要吃哦？我刚刚才拿完呢、啊。难怪那么瘦。对啊。啊
那那天要处罚你用两一吃两个麻吉哦，左用鼻孔各一个、哦。哇塞！用嘴巴呼吸有没有？我可以买给他。你都听到了、啊？不用啊，他就是要来吃麻吉奶奶哦。我知道啊，我也要去啊，孩子。孩子，你不是说你不出来？没有哇，我那时候是在讲当下。哦哦，你是说那时候要不要出门哦？对。所以你要跟人吃吗？鼻孔、啊。我不要用鼻孔吃啊。你们调解与流氓那样子吗？一人一边，然后吸鼻涕。我可以帮他买很多份，让他用鼻孔吃，然后再多买一份，让他嗯，你懂的。好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帮他嗯。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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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山上优雅开始玩斗争特工。哇，听说他瘦了13公斤。哇，有看到麦卡利四个医生和尚露西恩露西欧，我每次都讲反。露西恩露西恩露西法，露西恩是不是什么的？角色啊，露西是楼那个楼吗？欧文西啊，对，欧文西啊，我补你哦，对啊，我知道你哦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哎，白痴，我准备撞到了，白痴哦，补回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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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嘿，噔噔噔噔。哇，那和尚位置真的有够阴险的。不行了，主打这种最难打了。等会儿可能用得到。他们都在右边。哇，我就不切了，你们加油。旁边，他们从旁边来了。嗯、那个蒂娜转头，我明显。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边边。喂，中子弹。哇，露西，不不，麦卡利差一点呢。原是。素瑶。原氏呢？原氏呢？原氏！哇，原氏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动不动就去找猪啊？那个艾琳右边。和尚在二楼。回得来吗？他们和尚哥。原氏被周杰塔打死。哇，这个拉好。他撞我最好。哇，这个大战哦。哇，和尚啊，这打不赢。和尚真的很痛。和尚痛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白痴哦，还是踢我。他用踢的是不是？踢了三脚。难怪打不赢。难怪啊。后影很奇怪啊。和尚左上啊。我有大了。我等下。猪也左上。我等下开大就只打他，然后剩100滴血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因为武学是钱。啊？武学用续不特，所以你是钱。我怎么不太懂？就是你按续不特的时候，你没办法被位移嘛。哦，我啦，那是我。哦，那是武学。完了完了。好、啊。我看起来那么胖吗？不好意思，你们两个都是坦克。哎、欸，你要看你还有后面好不好？我就狠而已，我没有宽。角兽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死神躲后面。哎呀！后面后面是哪里？那个窗窗上门。哎哎哎，没、欸，有、欸、事。他要有大了，死神哎。
死神再点上。啊，被和尚打死。好，不行。不行啊，死神在里面，死神在里面我不能走啊。啊，好痛哦！我看我的。发谁？五十块了，我听到路障的声音了，叮！对面麦卡利金枪不止啊，死神也金枪啊。你看都金金的，哇，原始金枪哎，还要虚弱，金武器。重点是他们等级都还很低，这应该都是小号，就是二十五等就吃了两个保护技，然后开大，然后才拿到这个。他做什么事没有？对啊，好啦，那个战利品在等我，三场了，我一直没选他。那有时候在坦克，我就不是很想，因为他不是冬季的。对啊。对，金的就是五百块。金的不是一千吗？五百吧。五百。哦，金的是很早很早以前，我怎么变短了？被合照牺牲制造，现在是大家合照都开始练 T 级了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和尚族就会，好啊。啊，只要挂个黑暗的球之后踢个四角就死了、欸。等一下，一，真的啊。他去找个地方死。压伤很痛。对啊，踢个被踢个四角，然后球只要打到一下就死了、欸。哎，你踢，你看快死了。对、欸。超痛啊！我想说，一脚三十下，然后一脚三十下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无影脚、喔。一脚三十下，好有攻击力、喔。一脚三十攻击啊！对啊。一、二、三、挂个黑球，踢六脚就死了、欸。原来和尚最强的不是珠子啊，是他的脚。是啊。愿你平安，你好。玻璃马索哟。有我在，谁都不准死。我跟你合不来。嗯，他够不了吗？还是？可以啊。哦，我在想珠是不是勾不动那个训练机器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刚都打到上了，他顿一下而已？可是你 K 到吧？有角度 K 到会那个。对啊，他不像以前的可以有一个次元勾。我可是很有职业素养。你小五挂半锅怎么办？你的体悟心灵祥和怎么那么？那么好，不心灵祥和哦。因为我是那个、啊。你是谁？我是那个客，那个鱿鱼的那个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也是鱿鱼哎、欸。克苏鲁啊。克苏鲁。嗯，我居然是苏苏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干嘛又想露西欧了？这一关是预防。你那是拿嗨来，马上跑掉不是吗？
推一下嘛，跑掉，推一下跑掉。他哪是可以推人的？喜欢吗？那个法拉木的法拉，虽然没有马上换掉了。还有其他的？还有其他可以推人的？我思考一下。艾希，艾希太危险了，但是推下去自己也被推下去了。赵三死啊！我好喜欢这个 skin 哦。可是三死比较不像推的，又是炸的，而且还不一定炸得过去。呀，咦呀，咦呀，咦呀，要高啊！我知道。笑屁下艾琳表示我没有想表示什么，是 Potato 想表示什么？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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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屁下我觉得没事。这次不发表任何意见。我要把你踢掉。后面原是，他跑了。我五秒才有盾哦、我只是把一个弹下去而已，我可以换脚了。哇，那个疯狂右键哎，就他死了。哇，四秒才有盾哦。哎呦，后面远视。这到底放在哪里啊？哦，天哪，现在那个盾真的是很不够。是我的问题啊！我觉得那个仓鼠啊，在走的时候，他人很僵，那种左右晃来晃去。你说上面那个仓鼠？我不敢跳太高啊，安娜打得到我啊！小心抖一下啊，那很痛。哎、欸，明明可以睡到他，可恶！看猪也是稍微有点反的那种，朝天空开。这嘛，我的影子化为虚无。是个医生。哦，猪有必要？麦卡利不是医生。那可以是啊。只追我。别说啊，那个追，我靠，他就小账了。有必要这样吗？所以那个原色是银色。原来是你。银色的吗？赢的啊，怎么了？银黄、啊，他发光，他发火的关系有点。他不是银黄，他看起来不像银黄。银黄，他这个好像比较亮点。锈掉了。锈鱼。哇，死活！后面麦卡利，上面麦卡利上面开大了。哎，这左脚遇到哎、欸。他绕个上路而已就。这钻石框吧。谁？那个原氏啊，没有，那是银的，银的吗？的，那我看颜色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是因为它烧起来。哦，你们断补哦？对，不是断补，可是我很久没被补。我会喷煤啊！我已经很努力的在丢一了。哇塞，真的呢，换脚，换个我想赢的角色。嗯，好。然后找个极歪的位置站着就好。哦，跑哦！哦！太多大了吧？
哇，你真的很想赢。想赢就是换这只角色就对了。我一下。这边换七六，换很久了。我没了，后面远视。滴滴滴滴，滴滴滴呀呀，一滴滴呀。我没了。哇塞，我过去。哎呦。哇第四特直接一把接为生啊，我的大不是啊，为什么我已经都会遇小张仔，对啊，这是赢的啊，如果不烧的话当然是赢的。哎呀，小张仔加就配一群高的好吗？为什么是我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吧，眼扎的那个掉下去了，不好意思，计算台，我也要，我这边是哪里你知道吗？看一下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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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嗯，我们都选完了。没有，我这边出现一个插头断掉的痕迹。它出现了一个惊叹号。红色的吗？是的，我不见了。快等，快等。我回来了。不，我的 highlight 太多了，我那个用法拉炸那个夺命女的不见了，好难过。哇，是什么发言？你下午没有先存起来吗？没有，没有先存，因为他们就知道了那个 highlight 是哪一关啊？忘记了。那个，我先忘记名称。啊？我忘记那关叫什么？跑很远的那个叫什么？我跑很远的。那今天下午在跟光舌头打那个的时候，我用法拉，然后法拉开大炸一个，就我完全我就偷偷的飞到他后面，然后站在他后面，然后直接开大。不是巴黎，在另一张比较旧的，那个是那个吧？那个基地，新基地。福斯开呀、啊！哦，对，福斯开一个关键区，在我们攻敌方，然后就默默的躲到红敏那边后面，直接对他后面直接正大光明开打。别说那场那个是 highlight 哦，我那个是 highlight 画面哦，因为炸完之后都有一只慈悲跑过来，我就把慈悲一起炸死。这 potato 呢？不见了。